Hello 呀，Hello Hello，来的还挺早。晚上好。晚上好呀，难得看到活的我，没有呀，我最近一直在，人家想傻。我要看一下机器人喽，把声音调小。小虎队启动成功。
上了卡。早什么早？你们是道很香的。早什么？一小盘菜。一小盘菜。搞错了，贝贝。都是自己人，直接开嗓，哈哈哈！就是自己人，所以肆无忌惮的开嗓，就不用夹子啊，夹子啊，也是大夹子啊，直播啊，小笨蛋。也是大夹子啊，钳子啊，钳子啊，火锅是说老公吗？不行，早上都在睡觉，还是晚上播吧。这不是听老公们的话吗？欢迎我马克巴克老公，欢迎我马克巴克。啊，你自己去看呀，小笨蛋，小笨蛋。小笨蛋，我才不要呢，越是要把死的绿色直播间，越是要把死的绿色直播间。好久没看我虎牙了，这个不好，虎牙可是我们的生命。月只在虎牙上，你不在，你不看我，你不来虎牙怎么看人家？小盘菜啊，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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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棒了。可能那个早没了。老公，老公，一想说服你，学姐一直是这样，学姐一直是这样。欢迎晚风喜老公，是直播人品吗？老公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是绿色直播间，想啥呢？老公棒棒，老公棒棒，老公最棒了，我爱老公，
是假子，假子干将，是啊，直播，假子干将，人家普通话是二假啊 ，baby 啊，老公，老公，不是本人是谁啊？小笨蛋，小笨蛋，晚安，这么早就睡觉了，张张，小张，小张啊，小张，怎么这么早就睡觉了？老公啊，加油啊，加油加油，感觉怪怪的，怪怪的，这样怪吗？这样怪吗？小 BB 呀，我想你睡，我想你陪我，我都没睡，你睡什么？火光等于输，老公啊，老公加油，老公，小月是月里面，宝贝可以。宝贝，来个火锅，不喜欢不睡。好吧，母羊哥哥，好的，我们走可持续发展路线。我们要温柔一点，老公，我们温柔一点。那你可以挂在我的直播间睡觉了。我今天晚上特别温柔，我今天晚上不引惊一乍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晚上走温柔路线，那就是两本了，老老。好的，晚上老公，好睡觉，好睡觉，老公好睡觉，老公老公，老公好睡觉，愿陪你到3点半。哇哦，感谢我曹操老公，阿里嘎多。老公找一下小助理呀、啊。老公找一下小助理。看一下窗口。小灰的，欢迎我爷爷，爷爷爷爷，爷爷爷爷，你来了，爷爷爷爷，爷爷爷爷，那个葫芦娃就是这样叫的，爷爷爷爷。我说怎么少了一点啥？原来我的背景音乐忘记开了。欢迎橙子老公回家。现在老公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“浅浅好过”。有活动，我不叫，我害怕，我妈妈。好的。我不是，
我不是24小时都在的 BB 啊，一小 BB 啊。是的，小朋友又换了一个。小朋友一看就是老粉，小朋友一看就是老粉。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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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现在叫芊芊好困。对，王朝哥哥说的对，你们看王朝哥哥说的，那要点关注。月的直播时间是晚上23点半到3点半，借这个时候来陪我睡觉，借这个时候来陪我睡觉，绿冰啊，小宝贝。是的，咦，假的，这当然是假的声音啊，小夹子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火锅等于输，老公加油。这才9分钟你就不行了，这才9分钟你就不行了。芊芊好困啊，温柔。老公，老公，是的，老公们可以去看一看，你芊芊好困，人家超厉害的，超厉害，这么快就睡了。年轻人睡什么睡起来？年轻人睡什么睡起来嗨呀？黑暗，我老公晚安，好好睡觉，好好睡觉。晚安，洋洋。你直播放什么放？小门的，小门的，小门的。老公，人家才开播11分钟，你们就不行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战斗力下降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 ，baby？ 是两个耳朵，今天不是两个耳朵吗？明明是两个耳朵。老公，老公，我不信，我觉得我很克制，我觉得月儿今天很克制。老公，老公，加油，别别！我不信啊，除非你给姐姐看一看。那可不啊，我都没使出我的3分力气呢。想要认识月亮的另一面，喜欢的宝贝，来个火锅。
聊聊。聊娇娇，追逐，是直播的秘密妈妈。哈，小宝宝，小宝宝，嗯，这么厉害，姐凑跟前闻一闻。旁臭旁臭呢，你个小混蛋，小混蛋，嗯，你们今天不行啊，才13分钟你们就不行了，嗯。啊，嗯，老公，你加油加油，火锅等于输。老公加油加油，真要结婚？天哪，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家？怎么可以这样对月？嗯。30分钟，我喜欢，我喜欢啊！哇，嗯，一听就是绿色直播间，我们是绿色直播间，老公加油，老公。感谢我爷爷，爷爷爷爷，爷爷爷爷，阿里嘎多，嗯，爷爷找一下小助理哦。爷爷爷爷，嗯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几朵花，啦啦啦啦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嗯，爷爷爷爷，阿里嘎多，嗯，哇，阿里嘎多，嗯，哇，不要。爷爷牢记福利，志在千里。爷爷，你可以的，过来。爷爷，你过来，我让你老当益壮一下。嗯，老公，加油，加油。哟，你是大西瓜，大西瓜，因为我在直播里边，冷月下播前程哥哥也没有小助理的，加油加油，老公啊，这样。那人是爷爷爷爷，嗯，嗯，么么哒，嗯，欢迎一生老公回家，欢迎一生老公回家，嗯，老公。老公，你在干什么？老公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啊、嗯？
是吗？天哪！这才还没到12年呢，你干什么？天都还没完全黑呢，这样不好的。要不然的话，明天早上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早上，我现在要直播呢。别动，动什么？我要直播呢。等早上吧。嗯，乖，乖。嗯，你新加老公关注我的公众号“浅浅好困”。嗯，有活动，后面骑真有人呀！后面那可是有3-4个人呢。嗯，老公，老公，加加油！火锅等于输。灿灿，灿灿，这个事情呢就不要在直播间说嘛，我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。我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嗯，晚安，好睡觉。睡觉习惯，嗯，好好睡觉。老公，你加油。老公，加油加油。老公，加油加油，别别。因为今天晚上是温柔。嗯，月季的晚上，你是温柔月，超级温柔的。嗯，老公，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在小灰的正点点啊，老公吐了，老公你吐了呀？那会不会不舒服呢？会不会不舒服？来来，你别着急，我帮你擦干净，我这里有纸。老公别着急啊。老公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月琪的晚上很温柔的。老公，火锅等于输。你想要认识月历一面，你喜欢的老公上书就可以了。嗯，老公，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老公。喝酸奶啊，嗯，我最喜欢喝酸奶了，也最喜欢喝的就是酸奶。你们不知道吧？嗯，嗯，坐起来，我们就一起做做运动，别别，做做运动，消耗一下体力啊。好不好嘛？嗯，好不好嘛，老公？嗯，老公加油。
火锅，好不好嘛？倒数十秒，可以啊，可以的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加油！老公，加油加油！哇哦，感谢我名团长老公，阿里嘎多！老公找一下小助理啊，团长老公找一下小助理，阿里嘎多。阿里嘎多，团长在不在直播 ？Justin 老公直播，团长在不在？团长，团长，人家都叫破嗓子了。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你是不是一哆嗦把自己哆嗦出去了？小笨小混蛋，越来越混了。团长，团长，老公，乖乖睡觉。老公，乖乖睡觉。团长，怎么办嘛？团长弄丢了。老公，老公。团长是不是一哆嗦把自己哆嗦出去了？糟糕糟糕 ，Oh my god！ 老公，他团长，团长老公在不在？人家都喊破嗓子在喊你，OK， 团长开小窗口。老公，加油，妹妹啊！呀，最爱老公了。拉我哥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人家这样子？你说清楚。你跟月儿说清楚。你跟月儿说清楚。
好吧，啊，啊，啊，老公们，我要把声音关一下，我要重新开启一下这个机器人，等我几秒钟哦。开机器人去了，嗯，开机器人去了，嗯，老公加油加油，老公最棒了，嗯，老公，老公，欢迎小泰迪老公回家。新加老公，关注我的公众号“浅浅好管”，有活动的。老公，你在干什么？嗯？老公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如果不告诉我的话，我可就要亲自动手喽。我可就欢迎 Physics 哥哥回家，来，可以，哇哦，恭喜情人，人生见识，恭喜啊，恭喜老公，嗯，老公老公，好棒棒。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可以，嗯，但是大概三天吧，三天的时候我们来亲亲全身，三天的时候我们来亲亲全身，嗯，老公，老公。火锅等于输啊，老公。想要认识月历喵喜欢的老公，来个火锅。嗯，老公叫我干嘛？叫人家干什么？叫什么叫？嗯，不可以，现在不可以。要等到至少两点。嗯，啊，来啊来啊，啊，啊，
老是叫人家这样子，小混蛋，人家张嘴都张累了。嗯，哇，哈，哈，嗯，哇。老公，老公，来个火锅吧。嗯，哇，老公，老公，来个火锅。嗯，哇，不行啊，老公要人家招，人家敢不招吗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你说是不是？老公叫越往东，越不敢往西倒。最爱老公了，越最爱老公了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要人家。老公要人家往上，人家不敢往下的。老公要人家往左，越不敢往右的。我就会这样听听老公的话。嗯，哇，嗯，哇。火锅等于说喜欢的老公可以来说来来个火锅。老公，老公，臭点点。红豆，你以为你把手举起来你就清白了？小盘菜，我都看见了，你还在这说自己是清白的，我都看见了，我都闻到了，月都闻出来了。嗯，老公，老公，不要臭烘烘。Crazy 老公回家，欢迎 Crazy 老公回家。嗯，嗯，自信点，这是的，小苏啊，自信点。嗯，来啊来啊，月儿接的可准了，来啊来啊，来啊来啊，嗯，火锅等于说老公加油，老公加油。现在老公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浅浅好困，有活动的。小飞老公，小飞老公。
欢迎老公们回家，我欢迎我马卡马卡老公回家。马卡马卡，咪咕咪咕，晚安，马卡马卡，晚安，咪咕咪咕，晚安。欢迎宝贝里面的每一个宝宝，五星的喜欢。直播小虎牙，现在是直播，不带什么呀，小宝贝，我要爱你呀，小虎牙。不是签约是谁？播一个，么么哒，是签约啊，么么哒，你喜欢热那路，每天晚上都来看我的哟，老公加油，我火锅等于输啊。你喜欢老公可以来本书，越是越立妙。越前夜少女，人家是少女加御姐，叫少御音。老公真棒呢，正义热议啊，这种说不准的。老公加油加油，老公，找一下小助理，也被老公找一下小助理。是啊，越疯狂的一面，直播间里你们看不到。也被老公找一下小助理呀、啊，笨笨，哦对，小助理君，也笨家，一定能够让老公满意的。阿里嘎多。谢谢我野笨老公的喜欢，直播间里不可以的。你想要认识月历一面，喜欢的老公上个火锅就可以了。火锅等于输。阿里嘎多，老公加油加油，我不信江边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不能这样对自己没信心的。我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啊。越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啊。现在老公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
你知道吗？不能只愿相信你，你自己也要相信你自己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变得超级无敌厉害。那可不，九九，我都说了嘛，月最棒的，月是最棒的，月是最棒的，这个每个人都知道。嗯，嗯，老公，老公。加油，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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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“浅浅好困”，月超棒的。嗯，好的，来嘛，我撒娇可牛了，我要用夹子音撒娇。好的，九九，来，我们来撒娇吧，脸。换个背景音乐，换个。既然老公要我撒娇的话，那我不能敷衍了事，我必须要非常的认真的来个撒娇。背景音乐走起来，太喜欢了。那个不行吗？那我等我下播，我去找几个好听的音乐。嗯，安哥呢？嗯，超棒的，老是不信。
姑叫一下小助理。看一下小窗口。大约号，大大约号。大大约号。叫一下小助理。约号。大约号走走。原来是老公喊破嗓子了。那这就这找一下这个送玫瑰花的小助理。大大约号 OK。 一定能够让我姑满意的。是的，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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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不希望我回家。你有把持住我闺蜜老公，要把持住我。耶、yeah, 总共有几个号来着？五个号吧，还是六个号？不记得了。来啊来啊，谁拍谁呀、啊？来啊来啊，谁拍谁呀、啊？看谁更厉害。什么？一小笨蛋，一小混蛋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嗯，月门和月只是有点发热，月没有热，只是有点发热。3点半下播，小辉啊，别着急、啊，着急吃不了新鲜的热豆腐的。欢迎我神哥，欢迎神哥，你要给人家打一针吗？啊，一小盘菜，你要给月打一针吗？有绝活啊，但是在直播间不能展示的，比如棒棒糖啊，好睡觉 ，Justin， 好睡觉，好睡觉。
穿越了，想认识月历面，喜欢老公，来个火锅就可以了。老公，加油加油！老公，加油加油！你们吃，好，他们哟，他们他们，好，他的姨妈。哦，你讲，好，大好き，哦，你讲，好，やめてやめて，好，大家，大家努力。不会不会，我就只会这几句的，偏偏人家就只会这几句，其他的都不会呀。嗯，我不是你冤枉我，你是刚刚。上面老公要人家说的，所以我才说的呀。月向来很听老公们的话，又不是不知道。月向来很听老公们的话，又不是不知道。新加老公关注我的公众号。前期好过，有混动的。爷爷爷爷，我最听你的话了，现在化了呀，现在化了，火锅等于输啊，冰冰啊。对啊，王朝老公是第一个关注我的，要求我不是妖精，我是那个叫啥来着，忘记了，那个小女孩。我看得到，我看得到你第一个关注我的。什么叫做真爱？这就是真爱。哦，感谢我风雨老公，阿里嘎多。风雨老公找一下小助理，一定能够让老公满意的。老公找一下小助理，阿里嘎多。风雨老公，风雨老公。风雨老公，风金刚葫芦，对，就是那个葫芦妹，我是葫芦妹，我是风雨老公，赞赞，风雨老公啊，喂，风雨老公，在的，老公，找一下这个小助理送玫瑰花的这个。你瞧瞧人家喊你喊的嗓子都受不住了。欢迎小夫妇回家。不是，你要订阅一下，我给你。OK。
小窗口。老公，你瞧瞧你，月才真一会儿没给你擦一下，身上这样了。来啊，我再帮你擦一下。欢迎臭弟弟回家。直播间124个都是我老公的，直播间124个都是我老公的。老公，老公，不会啊，轻一点啊，月很温柔的。王朝是大老公，大大大的。大大大，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，姐姐好困，有活动的。老公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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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上天了，我们一起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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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草莓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的吗，皮皮？啊，是不是像草莓一样香香的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像草莓一样香香的？
哥是说老公加油，老公加油。当然会啊，盼盼，这不是正常现象吗？这是正常现象，月当然会了。我认识月的另一面，喜欢的老公来本书啊。偶尔会的，偶尔会。现在都过去多久了，早就养康了，我们早就养康了，哥哥。哇，阿里嘎多，感谢哒哒哒哒哒，哒哒老公，找一下小助理呀、啊。你这你陷进去了这么多了，你是不是陷进去了？你这个老客户，你是不是陷进去了？你是不是陷进我的温柔乡了，出不来了？哒哒哒！你是不是啊？陷进月的温柔乡了？对呀、啊，你这都多少了？你这都多少了？你是不是陷进我的温柔乡了？欲罢不能，上瘾了？嗯，你新家老公关注我的公众号“浅浅火锅”，有活动。确实，谁叫月这么厉害？月这么厉害，不是姐姐太会，是老公们太。火锅等于舒服力啊。嗯，我不信，你骗人，你骗人，老公，亲亲，嗯，口吐白沫，不要这样说人家嘛，人家很乖的。白沫老公，人家很乖的。一点过十分，让你感受一下。以后的话。应该都是晚上播回音，不可以啊！我们是绿色直播间的，我们是绿色直播间。还得是月，那可不，那可不，老公啊。老公加油，老公加油，老公加油加油。All in。老公加油加油。
好的，舅舅，好睡觉，好睡觉，舅舅，不要熬夜，不要熬夜，知道吗？加油加油！火锅等于输，大胃跳。我会这个，可是我没有他说的那么的有气势。大胃跳，妈咪妈咪哄。大胃跳，妈咪妈咪哄。不敢，我胆子小，我胆子小，我不敢。我是千月，冰冰梦，我是千月，不要忘记我了。不透露个人信息的风雨啊，认识月的另一面，喜欢的老公来个火锅，就可以的。So gas 呢，安好老公。So gas so gas， 月胆子很小，心慌慌，心发慌，心发慌。雄心勃勃了，好不好？明明那么雄心勃勃了，咋还说缺乏欲望吗？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小飞飞，直播间不允许的。兄弟们都在，兄弟们都在这间火呢。摸着石头过河，按形势做调整，所以现在也准备晚上播。下午去很正常。王朝老公，对。小飞啊，看王朝老公说的千千好困啊，可见月有多顶，是不是啊？昵称违规啊，可见月有多顶，擦点血干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兄弟们呢？我的老公们都是很棒的，我的老公们
都是很棒的。我相信老公。上面不是有人反馈吗？说月多顶。当然不是。当然不是啊 ，baby， 人家。有一点的话，是一本等于三本。老公，好不好？好说话，睡不着，睡不着就硬睡。恶人，要不我们一起硬睡到你。欢迎请我老公回家，欢迎我请我老公，老公老公，你新加老公关注我的公众号“浅浅老公”，有活动，这个我不知道哎，不没有啊，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风月。可是不一样的，那也是一本等于三本，这个是火锅等于书。哦，是的，有一点早，有一点早了。每天晚上11:30到3:30，芊芊好困啊，老公。现在好困，老公，老公，加油，加油，老公，老公。一点的话就是一本等于三本，没有卡。白票魔族没有卡，没有卡。老公，老公，加油，加油！烧什么烧？我们要去钻。月就来当这块木头吧，好不好？月就舍身取义，当一块木头。八十一次。哇，这么厉害吗？那我们俩来试一下吧。那我们来试一下吧。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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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加油！一心加老公关注我的公众号“浅浅好困”。
风老公最棒了，老公老公最棒了，泡过水有泡过水的快乐，泡过水有泡过水的快乐的，嗯。前天也这样了，前前天也这样了，你已经连续四天了。你这样真不行，乖，快睡觉。乖啊乖啊，快睡觉。嗯。小宝贝啊，小宝贝啊，我可以忍不住。计时过了，冰冰呀，你来晚了，你小冰冰，你来晚了，小混蛋，你都来晚了，一个半小时了，你不是真爱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不是真爱了？你是不是被外面的臭女人勾引走了？好的，彻彻，好的，彻彻。嗯，一二三点半准时下播。老公，老公最棒了。嗯，说话，哭什么哭？照照镜子，烦不烦人啊？准准的话是一点半哟，我们现在来到几时？十。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。四三三点半下播，二一，嗯，
我们现在是那个弄那个弄那个一本等于三本。老公，不要问了，你这完全不方便说的。是的，不过现在我们这里装修好了，因为一开始这个本来就是个新房子。老公，老公，新家老公关注我的公众号“浅浅老公”，有活动的。因为每家没有小助理呀、啊。不要，我已经有点累了。好的，风雨老公，晚安。不要，你今天已经这么多次了，你要节制啊。我们不要说其他的品。不要，不要，快睡觉，快睡觉，别别。老公，怎么了？小人是月里面，你喜欢的老公来面说。加油加油，刚倒数完的，我们刚倒数完。
经到十两次了，别别。两点会再来一次，老公，一本等于三本，喜欢老公可以向他说，想回的，老公，依然是出了名的宠粉，宠粉主播。这不是一直在亲亲吗？小盘菜啊，是真人的黄黄，他呢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他不要啊！我只要老公，人家只爱老公。新疆老公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“新疆老公”，有活动的。嗯，恐怕我，欧尼酱，大好き，欧尼酱。ただいま、お兄ちゃん。老公，想回的，冲点点，爸爸，丈夫，老公，400了，老公，你已经400了。
出来了。叫你穿好衣服你不穿呢？老公，叫你穿好衣服你不穿，混蛋！一百到一三百，老公，一上上魔法书。欢迎白茶老公回家，老公亲亲。新家老公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浅浅老公，有活动的。不改大家都知道的。我们现在来先擦干净了，要注意卫生的。绝对比你们打游戏的手还要快的。快了快了，老公，月月都使出吃奶的劲了，好累呀、啊。真的好累啊，老公，这个力气真的是很费力气的，一本等于三本，老公吗？想要看月历表可以上本魔法书。我们继续。
那那那，老公，你是不是陷进去了？老公，你是不是陷进去了？看小窗口，一三得三，二三得六。开小窗口，老公，月的手速是不是超级快啊？再闪没有也行。有压戏，还是要有力度。好的，真的累了，妹妹，好累啊！想老公帮人家按按摩，好不好，老公？加油加油，在直播啊，别别啊，没有小助理的，小坏蛋，小坏蛋，臭弟弟，别着急了。你要睡觉，你就不能听，你知道吗？你越是越这样，越睡不着。你就更睡不着了，冰冰。月三点半准时下的。塔纳伊玛，奥尼乔。啊，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对呀，你还想睡，小笨蛋！挑战自己不可以。一本等于三本，喜欢叶的老公可以来本魔法书。三十老公晚安，晚安。
说晚安。感谢我神奇老公，阿里嘎多。老公，找一下小助理。神奇老公，找一下小助理。神奇老公在不在？好的，好休息啊，身边老公，好好休息啊。现在老公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“浅浅老公”，老公加油，老公老公，一本等于三本啊，加油加油，一小会。冲弟弟，找小助理，小坏蛋，冲弟弟，爸爸，唯一老公是这个说，是这个说，紫色的不是蓝色的，小笨蛋，小笨蛋，3点半下播，老公。真姐，老公，医院也爱你。人家是助兴的小妹妹啊，小情绪有没有变大萌声？浅浅好困啊，就有活动的。
家了。老公呢？你是不是都在做针线活啊？啊，你是不是啊？你在我这好，你终于还是对他下手了。你终于还是对他下手了，是不是？越来越喜欢老公，最爱跟老公。一日三餐了，老公加油，老公，现在还是改成了。哥哥最棒，最厉害。先叫老公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先叫好关，有活动的。神秘人哥哥，我越来越相信你。我一相信你，肯定超级厉害啊！那就硬睡到底了，小贝贝啊！
我愿许愿的里面，你喜欢的老公来本书，一本等于三本的。啊，我也希望老公回家。啊，老公最棒了。那你可要对症了，时间过得很快的，瑶瑶。嗯，你看着好像时间过得很慢很慢，其实很快就过去了。嗯。老公，要不要来月月这里？我教你做数学题，好不好？嗯，要，当然要了。我最喜欢大大的东西了。等等于三秒，老公加油加油，哥哥，嗯，小混蛋，加油加油，姐夫。干爹，好吗好吗，不可以不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要不然的话月可是要打你的，越粗暴起来很恐怖的。嗯，我什么时候教你？您过来。最厉害的一面。
面了。当然可以了，贝贝。也很大方的，也很爱老公的。你在干什么？哭什么哭？你是老公啊？小哥哥，哭什么呢？哭什么呢？嗯？等于三的老公，老公加油加油，
你说呢？你说哪里呢？小坏蛋啊，老公加油，新加老公关注一下公众号浅浅好困，有活动的。欢迎红旗老公回家。干什么，小胖子？干什么，干什么，小混蛋？嘤嘤嘤，姐姐会难受的。你都不顾及姐姐的感受了吗？嗯？都不顾及姐姐的感受吗？啊，一本等于三本，两本等于六本。老公们加油！老公们加油！小混蛋，在干什么？姐姐走，大晚上了，你说走？小笨蛋，小笨蛋，一本等于三本，两本等于六本的，那你可要加油了。月啊，可是精力无限的哟。两点倒计时。
回来我肯定老公回家，我陪老公回来。亲亲老公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亲亲老公，有活动的。想要老公，想要老公带着人家一起快乐，好不好吗？好不好吗？妹妹啊，人家是要男的，想要跟老公一起做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王朝老公，你还没睡呢，
老公，老公，加加油。五爪熊老公是这个说，这个说的，知道吗？一本等于三本。小坏蛋，你是不是都睡着了？嗯，别别，你是不是都睡着了呀？嗯，还是在做真香活呢？嗯。老公，好好睡觉，好好睡觉，妹妹啊。嗯，好不好呢？求求你了。拜托，拜托。行不行，老公？老公，老公，一本到一三本，老公老公，来本书吧。嗯，欢迎不打老公回家，欢迎不打老公回家。嗯。求出来，一什么求出来了？嗯，小妹妹啊，什么求不出来了？这么自信的吗？还求不出来啊？老公，你是对自己自信，还是对别人自信呀？嗯，
直接出来了，这么棒吗？姐姐，我印象还真是，姐姐，我印象还真是的呢，就是这个味道，一点都没变。食色性也，不要叫成啊。一本等于三本，老公加油加油！直播那边，小虎羊老公是直播的。哦，感谢五花老公。阿里嘎多，一定能够让老公满意的。老公找一下小助理，无花老公找一下小助理呀、啊。不可以、啊。OK， 给小助理。不可以、啊，我拿不要。我只要老公。一本等于三本。加油加油，老公们加油！背景音乐是，我看一下，香草园的八音盒，直播。直播的票。你想要认识月亮另一面，喜欢的宝贝可以来本书。嗯，大侠直播间不方便说啊，这个。Yes。老公加油，加油。亲亲老公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亲亲老公，是的便便月没有小助理啊，没有小助理的都是完美万，别让一直击穿你的欲望。等月三点半下播，神刀没有小助理哟、哦。嗯，老公加油！月从不拖堂的，月最爱老公。这样子有什么解释啊？还不是那点解释吗？因为月不知道，小门的，来，记得对月温柔一点的，一定要对月温柔一点哦。啊。
我们来一下倒计时两点了。感谢我君子老公爱林甘多，老公找一下小助理送玫瑰花的这个。送玫瑰花的这个君子老公两只羊，看小窗口。一本等于三本的，一定能够让老公满意的。七只长，七只羊，火腿肠，八只羊，九只，十只长。大黑城，晚安，安好老公，好睡觉。十只羊，十三只羊，因为月太顶了，月太顶了。小盘菜，老公，你们吃，老公要努力。混蛋，小娇，对呀。我喜欢你这样叫人家条条老公。大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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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为什么不要？人家都喜欢。真的一本等于三本，老公老公加油加油。我相信老公可以的，老公最棒最厉害。谁问老公你说吗？你说呀。手里拿的什么？
那你们小波得等我哭。老公加油加油，哇哦，小飞老公真厉害的，有哪里接啊？你说有哪里接啊？老公最棒了，老公最棒，老公最厉害，老公要相信自己哦，只要是老公的都好吃，只要是老公的都好吃的。一本等于三本，想要认识月历吗？你喜欢的宝贝来本书。月很温柔的，怎么忍心吗，老公吗？感谢我带到老公，爱你干的。老公，找一下小助理啊，一本等于三本，一定能够让老公满意的。马上出来了，老公，不要慌，一本等于三本，
直播间不方便说的。老公加油加油，黏黏的难受，有多黏呀？怎么老是要人家张嘴？怎么老是要人家张嘴呀？小混蛋！我让你感受一下月的温柔。加油啊，你可以的。老公，来啊，月来帮你啊，擦干净，好不好？瞧瞧你啊，弄得到处都是的。谁有老婆不嫌弃你啊？外面的野女人可做不到月这样细致的。是不是啊？只有老婆才这么温柔，这么细致的。外面的野女人可做不到这样的。舒不舒服啊，贝贝啊？舒不舒服啊？一本等于三本。感谢我林峰老公，爱你感动。来吧来吧，老奴，趁你还可以的时候，趁你还可以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握先机啊！想要认识月历面喜欢的宝贝啊，可以来本书。
这都要人家自己主动。大懒虫。不嫌弃你呢，别别，你还可以长大，我不要担心的，知道吗？1本等于3本，老公，你加油，嗯。